诚如各位所见，我桌面面前呢有一个桌面，是吧？然后呢有一副扑克牌。好，今天用到的扑克牌呢很简单，只要用到四张牌。好，方块 A， 红桃 A， 黑桃 A， 梅花 A。好，四张扑克牌。四张 A 呢，以扑克牌来讲呢，算是最大的数字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。那在四张 A 上面呢，分别的我要盖上这个三张的杂牌在上面，像这样，三张的杂牌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其他的牌呢用不着，我收起来。仔细看，重点来了，第一叠。方块 A， 把它放进呢这三张杂牌中间去。第二张梅花 A， 同样的，我把梅花 A 插到里面去。仔细看，一张、两张，这两张呢不是 A， 那这一张呢也不是 A， 这张猜猜看是不是 A？使得当然也不是 A。 接下来这个呢稍微简单一点，我把 A 放在这个地方，速度非常的慢，我把 A 反过来放在桌面上，像这个样子。那其他的牌呢当然跟 A 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这张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